林立车小队。麦克斯车库前面的草莓成熟了，你好麦克斯，是时候采摘草莓了。让我们一边数一边把草莓放进果篮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让我们在卡片上找到相同的浆果吧。蓝莓、熟李、红醋栗、樱桃、草莓、树莓。粉色小车咪咪沿着马路开过来了，他找到了哪几种浆果呢？葡萄、绿葡萄、还有黑葡萄。这是橙色的敞篷小货车阿布。等一下，阿布，一辆火车开过来了。嘟嘟，哐吃哐吃。路障升起来了，走吧。阿布会把浆果放进篮子里，熟礼、黑莓、草莓。橱柜里面藏的是什么？红醋栗。我们把小树枝放进成垃圾的篮子里，然后把浆果放进蓝色果篮。阿布来拜访麦克斯了。咪咪也来了。把你们带的浆果都拿出来吧。黑莓、草莓、
是什么？蓝莓。凌厉的小汽车采摘了满满一篮子的混合水果，祝你们好胃口。